又跟着不知道不知道我们现在就玩这个最新的 The Crew Calling All Units， 现在呢我就在德国科隆就玩那没错啦，开波啦，好现在呢我是做什么，做警察。其实这个是什么模式呢，这个就应该是对战的模式啊，哎呀我又撞了，我是一个比较差的警察，不要介意啊。现在呢我们的任务呢就是要追那班贼，阻止他们去到终点。哇，一开头我的开头都算比较差，现在我一开头在草地上，咁啊，佢就冇噶呢只 game 咧，就挑机嘅话咧，话等先啦。如果挑机嘅话咧，咁啊贼咧就会尽量去抢多啲嘅资源啦。咁我哋咧警察咧就尽量阻止啲贼啦。咁当然可能我未阻止到佢，佢已经走咗啦吓，希望唔会啦吓。因为而家啱啱 out 大镬，执翻先我要，知知。咁因为其实咧佢而家咧系一个 multiplay 嚟嘅，咁啊呢个最新嘅版本啦 ，The Crew 啦。咁其实佢而家咧更新咗啲乜嘢呢，其实好多咧啲大车啊、货柜车啊，或者啲好劲嘅成只巨兽咁样嘅赛车嘅嗰啲车嘅模组都会新加咗嘅。咁啊，我哋试下睇下可唔可以搵到一个贼先今日。O K。大家而家正式开始啊！而家我哋系做贼。我和阿星是做賊，那隔離那兩個 player 呢就是現場的玩家，那現在開頭呢我們就要避開了，我們走啊，快點走啊，阿星走快點啊，好啦，大鑊啦，怎樣避啊大佬好啦，我們要停止，不要讓他撞死，是啊，所以我們要快點小心點。那其實我們有兩個技能的，一個技能呢就是左邊那個掣，一個技能呢就是用那些慢的系統，是吧，哇，這個時候如果在後面的話呢我就可以即系用啦，如果揿右掣咧就系加速，应该冇估错。但系我哋要攞到嗰啲箱先得嘅。好啦，差唔多啦，系嘛？试下再快啲好唔好啊？再快啲。哦，好啦，而家我用咗呢、這个。哎呀，阿星俾人捉咗啊！得嘅。好啦，而家到我做贼啦。咁啱啱咧就因为阿星咧攞住嗰箱嘢啦，俾人哋捉咗咧，咁所以咧头先就好快完咗。而家成我要快少少啦，系啦。咁其实咧佢就。二打二呢，其实我觉得啦，佢玩法呢战术应该一个人呢就去阻住其他警察去撞我，另一个呢就应该全速前进。咁所以其实呢个时候呢阿星应该是护住我嘅，係啦，护航緊嘅。好啦，我可以用我嘅 flashback 啊，呢个时候如果企喺后面嘅嗰啲警察应该会完全盲晒嘅。我有技能嘅，我係有，我按左掣就可以按呢个闪光弹 flashback。如果按右掣呢应该就係加速嚟嘅，可以试下先。加速。Activate！ 大快一掣喎，好似快一掣喎，大镬大镬。快一滞，快一滞，大镬大镬，我哋唔可以俾佢。走啊！大镬啊！而家有直升机啊，佢有新嘅直升机。哦，大镬啦！仲有三秒。好啦，而家时候，哇！佢又出咗新嘅技能啊！啲警察咁多技能嘅，依家啲警察。好啦，呢个时候啲警察咧用咗个招，应该系啲电嚟嘅。所以呢个时候咧，我哋只要唔好 hold 住五秒系嘛。我是走到的，走到的，哎呀，俾人捉咗啊！哎呀，比较渣啲啊，今次，系啊，今次阿星卡真系甩晒碌，系啊，因为其实咧警察都有技能嘅，佢嘅技能咧其实有直升机啦追住我哋啦，同埋佢可以放啲电咧电网咧，令到架车瘫痪嘅，所以其实系唔容易玩嘅一只 game。咁就算我暂时新手比较试啦，系咪？唔得，我要赢翻次先得。希望得啦，因为其实咧隔篱嗰两个玩家都应该系啲老手嚟嘅，我话比较新少少，新手少少，希望大家赢到呢班老手。咁佢玩法其实咧，四个人咧，只要一开头咧，你一抢到嗰嚿毒品定系货品嘅嘢，跟住警察就会开始追你啊。咁所以其实咧，要拣啱嘅时机开始啦，同埋你个队友真要。好好地帮你啊！好啦，警察系啊，我哋系就做警察啦。咁而家等啲贼，啲贼咧一立咗嗰啲咁啊物资嘅时候，我哋就可以冲过去帮手啦，就可以追佢哋啦。好啦，我哋等啊，坐以待毙啊，等多两个待毙，入银。好啦，我哋等紧最好嘅时机，等佢抢。佢抢未咧？佢抢啦！嚟啊！系波！好啦，今次我唔会留守噶啦，直冲前面，直奔前面嗰个 ，arrest 一个先。哇，走得几快喎佢又，哇放闪光弹，
不过唔紧要，我咪执咗个啊，定系咩啊？执咗个，OK， 今次系，今次到我哋赢啊，因为第二，哦，因为后面嗰个贼咧就太快啊，唔系太慢，俾我哋过咗佢先。第二铺，头先又太快啦，完全睇唔清楚咩时候，车尾灯见唔到就输咗。好啦，呢一场希望系一场好好嘅比赛啦。等佢攞啊！好啦，开始啦，我哋追佢。一嚟我要撞冧一件身喎，我有技能嘅其实，不过要等，要等近啲先。好啦，哇呢把贼极快喎，哇好快喎。好啦，开始。哇，我唔小心撞走咗阿星，好似，唔好意思，我会翻嚟揾你啊。阿星俾我撞到走咗。诶，试下先，呢个咩嚟噶？哦 ，shock 啊呢、這个。哇，佢哋应该俾我电一电嘅。如果附近嘅话，如果右键咧，右键其实应该就系嗰个叫 helicopter 啦。我哋试下用呢个直升机攻击佢。啊，得唔得先？我哋抄一抄小路先。好啦，好啦。哇，佢好快啊佢。我哋系成要加速下先得喎，如果咪追唔上咯喎。哇，200米，200米。哇，完全游花园毛啊而家。好啦，嚟啦，阿踢毛开波啦，准备啦。再近啲，再近啲，撞啊！死唔死？死唔死？三二，喂我反，二喂我反，我捉到佢啦，我捉到佢啦，但系我都死埋啊！哦，我成件事就系咁玩噶啦。咁如果有啲新嘅物品，你都可以即刻装上喺架车度嘅。咁所以其实咧，系越战越强，玩越多咧，基本上咧，你架车越嚟越强，变成一个野兽，一头野兽。好啦 ，continue 呢个时候我就可以任揸住先啦，系嘛？我趁佢哋仲 set 紧嘅时候，我试下呢头嘅风景先，可以片下车，我一道后行都得。哇！俾阿星撞，系啊，呢个就阿星。喂喂喂！喂，大佬唔使咁啊嘛，大佬，伙计嚟喎，老细喺边度你？追我尾，哎呀！好啦，我试下其他掣，其他咧，警察如果揿，我哋行翻转头先。We're coming back, we're coming back。咁佢就可以随意咁样选择地图啦吓，咁啊有咁多个场俾你拣嘅，咁所以其实所有路咧，你唔玩过咧，基本上真系唔知嗰条路系点样跑嘅。系啊，冇错，而家我就系呢个美国警察911。好啦，咁而家我就选择紧一啲车啦。好啦，咁啊转啦，哇，今次系货柜车。嗱，呢一个咧真系货车，真系而家最新版本先有啊。咁咪得试下啦，货车嘅追逐战。咁啊就要抢呢嚿嘢，一抢咧就开波啦。OK， 好开波。好啦，而家我要带去安全屋系嘛 ？Bring the cage in the safe house。好啦，但个安全屋去边咧？个安全屋应该就要跟住我条路啦。哇，会唔会快一滞咧？等先，出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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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 未俾你捉到住。好啦，但佢开始出咗呢一个叫做直升机，会唔会试下？会唔会试下？哎呀，会唔会太快？太快啦，因为呢条路咧。就唔太適合俾人哋走佬啊！係啊，呢個叫咩沙漠。如果係嗰啲可以轉下彎嘅話，好啲啊。如果唔係咧，真係好快死。接機我嚟啦！哇，大王啊，撞啊，冇啊！哇，好遠，爭啲爭啲，追嗰架追嗰架，呀、啊！追一啊追一啊！系咯，佢哋系咁交换，其实可以系咁交换喎，两个铲，两个系咁交换。佢哋想啊，边一个揸住就翻交换边一个。头先我哋冇交换到，实得嘅，撞散佢。哇，冇事啊，佢就算闪咗我都好，我仍然知道佢喺边个位置。我系掂嘅，暂时。好啦，又变啦，啊掂啦，今次。仲捉唔到你，仲捉你唔到，转嗰边，仲捉唔到你，喂，掉啊掉啊，哇，撞走咗我，边个撞走我？哎呀，仲争啲啊，
胜利在望，希望。哦，都系输咗噶 ，good game， 芝芝，芝芝。咁啊，其实我哋真系啊试玩噶啦，冇计啦，试玩下系啊，因为呢只 game 暂时未出，咁呢只 game 咧正式出嘅时候应该系11月嘅，11月中先出，即系手机20几号，咁啊暂时玩咁多先啦，系啊，不如打波自己今日玩咁多先啦，暂时系输咗，不过到时我会练好啲车，我到时会报仇啊，系啊，呢个实在太强啦，我哋嘅玩家实在太强啦 ，too strong， 好啦，咁我哋下一集再见啦 ，OK， 拜拜。